这是一辆不折不扣的水陆两栖房车，跑在路上它就是一辆电力车，带着你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也可以是一辆露营车，玩累了躺在车里睡一觉，内部的睡眠舱能轻松容纳两个人，即使旅途中遇到河流湖泊，把轮子翻起来就能立马进入游艇模式，你就可以尽情的在河面上浪了，绝对是世界各地探险或休闲露营的理想之选。下期带你看会隐身的螺丝钉。